迎大家收睇校园热点新闻。你仲记唔记得十二月头嘅时候，中乐团喺早会嘅时候喺礼堂嘅表演啊？哦，梗系记得啦，真系好好听噶。其实佢哋早前咧喺11月22日嘅时候，已经喺上环文娱中心表演过噶咯。嗯，佢系真系好有水准噶。之外，老师都好似10月31日去咗广州喎。我知道嗰日啲老师喺广州举行咗个教师发展日，佢哋去咗广州朝圣，仲去咗参观为零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属下嘅学校添。六哥都系自闭症嘅学生嚟嘅，咁我哋呢位教学大师咧，一个全球化嘅教学就系针对嗰啲自闭症2000年起即系先用嘅。先開始啟用嘅，教學區嘅第一個級嗰啲國嚟㗎。男生宿舍咧係呢個多啲，包括嗰啲全部都係男生宿舍，而女仔咧係。第三謝太幫我哋安排呢一個聚會啦。咁我哋學校亦都有少少嘅心意。有啲咁嘅，嗰啲叫 Ips 嗰啲，即係 Ips， 或者要加加加加。畢業呢個小西教歷史，畢業就真係同你個單位嘅，同你嘅一啲教師嘅大學。你知唔知道咩 Flash 啊？唔知喎，咩嚟㗎？Flash 是一個動畫製作的軟件來的，早前資訊科技學會就舉辦了一個比賽，主題就是活出信念了。你這樣說我都有少少印象，不過不知道動畫好不好看的呢？我就認為能夠在眾多作品之中脫穎而出，一定有它突出的地方。嗯，那不知道哪三位這麼厲害可以勇奪三甲的殊榮呢？
係咯喎，就嚟放假啦。係啊，放假之後就要考試，好多嘢要温啊，都記唔曬噶。咁啊，你11月29日嗰日有冇翻嚟啊？冇啊，嗰日唔係星期六了咩？咁都唔使翻。錯啦，嗰日係家長教師會選舉嘅日子，學校仲舉行咗一個關於記憶法嘅講座添。咁你有冇聽過講座？梗係有啦，嗰個講座講咗一啲好有用嘅記憶法，而且老師同埋家長都有去聽添。聖彼得中學家長教師會第38屆週年會員大會嘅委員主席黎少麟先生，第一副主席張淑英女士，請主席代表黎少麟先生。左手畫圓形喎，右手畫正方形喎，好一齊做，就好奇怪啊！好，調轉調轉，可能容易啲調轉。右手畫圓形，左手畫正方形，好一齊畫。有啲咩難啊？你仲好專心，難唔難啊？呢、這個即係左手出嚟，呢、這個五喎。左手掌心係向住我嘅。正如我掌心同你一樣，右手嗰支槍指住，留意呢支槍咧有得掹雞，個雞喺上面個噃，唔喺下面個噃。跟住咧，呢槍係一支槍管嘅啫，唔係兩支嘅，一支嘅啫。OK， 咁我數三聲咧就轉到點咧？就係而家左手係五啊嘛，我哋右手咧做四，跟住左手做槍，就係咁樣啦。OK， 右手做四，左手做槍，然後啲槍指翻住佢。OK。我哋先嚟五六喎，準備五，咁我數三聲就四嘅喎，一、二、三。講講下嗰日，除咗講座同埋家長教師會選舉之外，救生會仲舉行咗一個 BBQ 活動喎。嗯，咁不如我哋依家即刻睇下嗰日嘅熱鬧片段啦。今日嘅校园热点新闻已经播映完毕，多谢大家收睇。